您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跟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。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，还想管制网络、钳制言论、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。民进党关得了中天，关不了民心。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